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让我告诉你。我加油！欢迎收听这句英文怎么说第一百二十一集。我是芭比。I'm Duncan. Welcome to episode one hundred and twenty-one. Hello，大家好。嗯，冬天来了？哎，没有，冬天早就来了啦。对、yeah, yeah, a, <laughs>，a few weeks ago。而且来了也蛮。 <laughs> 都都过年了，只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手很干，然后开始有一点脱皮、破皮的情况发生呢？嗯嗯嗯，当然、嗯、<Yes. S 1> 会吗？啊、uh,，a little bit，有一点。如果吸收很很多次，在很短时间以内，会开始也、yeah, 还是干干的，开始有脱皮的现象了，yeah, yeah, 对不对、yeah.？But usually it's not too bad。台湾台湾的天候没有没有非常干。 比较比较湿、嗯嗯嗯，所以嗯，比较潮湿，所以湿气算够的，对不对？嗯，我的话是 T 字部位到冬天一样还是会出油，但是手就是很干，因为特别是疫情以后，我超喜欢洗手的，嗯、不管是吃东西啊,啊还是什么，yeah, yeah. 就是狂洗手，然后冬天就特别会洗到真的是脱皮，嗯嗯嗯，嗯嗯每一年会这样。 嗯，以前还好，因为以前没有那么爱干净，就是正常表现。啊哦 okay. 但是疫情后，对对，okay, okay. 就变得非常的热爱洗手。认识我的人大家都知道，嗯嗯、<laughs> 所以就会特别容易脱皮。嗯，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学。我的手好干哦，这句的英文要怎么说呢？My hands are so dry. This one's easy，很简单，可以可以简单学最好。 My hands are so dry。嗯，就是这句话的每一个单字，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学过。就是 hands，呃，这边是用复数，因为通常你如果干的话，不会只干一只手，应该是两只手都会平均的一起干。也没错。对，那那个 drive，呃，请虽然比较简单，可是我们还是请丹肯帮我们拼一下。Dry。嗯。Dry。D R Y。Dry。嗯，就是干燥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嗯 那其实不止手干哦，大家也常常会有嘴巴好干，就是嘴唇都会干裂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冬天真的很容易发生的。嗯嗯、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就是我的嘴巴好干哦。My lips, my lips are so dry. 嗯，L I P S, lips，对，嗯，lips 就是你的嘴唇，就是你，你不要说 my mouth are so dry，这样这样可以吗？啊，uh, 有不一样的意思。mouth 的话就是那个口。 口字内的的 mouth，if if your mouth is dry，你想喝东西，对。但是你的如果是你嘴巴，你要说 my lips，my lips are dry。哦，所以这边学到了一个超级好用的对比哦，嗯、就是如果我们平常学的那个 mouth 嘛，也是嘴巴的意思，嗯、可是它是在讲你口腔以内的部分。嗯嗯。所以如果你如说 my mouth is so dry，嗯，你就是代表说哦，你现在嘴巴很渴，就是整个嘴是。 很干，很干燥，你要喝水，你要喝东西了。可是如果你是说我的 lips are so dry，是在说你嘴唇这两片很干燥。对对，對嗯，那动词就一样都用 dry 就可以了。嗯，没错。好，那这时候要怎么做呢？我们可能就会想要涂护手霜啊，或是护唇膏啊。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就是你有护手霜吗？张张耀文，Do you have hand cream？

and uh, hand cream yeah hand you know put on the the cream sorry 可能就是濕濕軟軟的,是嗎?就是它的狀態是濕濕軟軟的這樣就可以叫它是cream yes, yes. 對對 皮方說ice cream 啊、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冰淇淋嘛，<对>因为它也会是湿湿软软的这样子，嗯、所以它也就是说哦冰过的这样子、呃，它是食物。那可是这边的话就是湿湿软的这种膏状膏状的物体，<Okay. S 1> 我们就会说 hand cream，yeah, yeah, 没错。嗯，那如果是护唇膏呢？呃，如果是那个护唇膏，那个最基本就是 balm, lip balm，lip balm。呃，但是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 叫 Chapstick，所以在我觉得在美国，如果你要这个这个事，你就可以问 Do you have any Chapstick？嗯，所以护唇膏有两种都可以说，一种是 Lip Balm，那这个 Balm 可以请 Duncan 帮我们拼一下吗？Balm，B A L M，Balm，嗯，Balm 也是软膏的意思。那大家记得，因为 Duncan 刚刚在事前讨论的时候有提醒我，这个 L 是不用发音的，嗯。 对，所以我们请他个再念一次。Bomb bomb，其实对现代英文在在美国来说，like 你不需要发音这个 l，但是你你可以就是如果有有那个 b a l m，你要强调那个 l，它就是 bomb bomb。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omb, bomb bomb，所以我觉得对台湾台湾人的听众可能。 听不到，听不到差异，你听得到吗？嗯、呃，因为我刚刚事情有跟丹肯讨论过，yeah, yeah. 所以我现在听得出来。可是如果要我现在是第一次听到，嗯、我可能会听不出来，这中间的差异太多对对。我觉得那个，如果你在听这个这个 podcast，你不需要担心那个 bomb，那个放那个 l 在在这个字里面，你就可以简单说 bomb bomb，听起有一点像那个炸弹 bomb b o m b。 这两个字在现代美国那个发音差不多，嗯，就是其实都是可以通用的啦。你要放那个 L 的发音也可以，只是一般美国人不会发的这么标准，嗯、他就会发的很像那个炸弹那个 bomb 的声音，是对，嗯。 好，那其实这个 b o m b 就是也有像软膏一样啊。那什么时候会是用 lip balm 呢？就是它是用圆形的盒子去装的，因为我们护唇膏有可能是一条一条，也有可能是一个小盒子装，嗯嗯然后我们用手沾一点点涂嘛。对对对，如果是圆形的话，就会说 lip balm。对，平常平常是那个小盒子的话，就是 lip balm。但是如果是它是一条，你会直接放东西在你的你的嘴巴，这样就是 chapstick。 那我们也请蛋肯帮我们评一下 Chapstick。Chapstick，C Chap H A P S T I C K。这非常有趣哦，这很像是我们之前有一集，就是做一个好像是卫生棉，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Kleenex。Yeah, yeah. Kle 对，对对就是他，<对>他<对>他一开始就是那个品牌的名称，<对>可是后来因为他太有名了，美国人几乎都是买这个牌子卫生棉，就变成你讲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讲这个产品。那像这个 Chapstick，、嗯、当然也是这样说，他一开始是一个就是做护唇膏的品牌，但是太多人用了，<对>就通用成所有护唇膏都用。嗯嗯，没有错。 对，那原本这个 trap 它是什么意思？因为 stick 我们知道就是像是一根一条一条的嘛。一条一条那它前面那个 trap 是什么意思？trap 就是那个，如果如果你的皮肤还是如果两个东西就是很久时间磨磨彼此，那个它它会变。你的比如说，如果你有什么很旧的一条衣服，然后它它是很旧，然后你来、like, 呃二十个小时以后那个。 ni chuan ta the the defunk on the need the jiao has need the shi need the armpit has need the jemban kanang hua bu shufu hong gang gang the zhang zos chapped your your skin becomes chapped yeah. so so dry lips uh nea kaisho nea chapped lips chapped lips 哦，oh, 所以如果你的嘴唇很干，除了我们刚刚学到的 so dry，你也可以说你有一个 chapped lips、嗯。对，也可以。所以这个 chapstick 就是 stick for chapped lips。这样，嗯，就是 chapped。如果要嗯说它的意思，你可以稍微把它想象成就是皱皱的两个东西，因为挤在一起。比方说穿很紧的衣服太久，嗯、然后有一个勒痕，然后皱皱的那种、嗯。特别是特别是如果有机衣服，然后你流汗。 然后很很长时间不换衣服不脱，它可能会让你的你的皮肤不舒服。嗯，就是皮肤不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它可能太干太皱，或是干就是皲裂的那种感觉。Yeah, yeah, yeah.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今天的情境对话喽。我们先说英文。m、mm. y hands are so dry. My skin is peeling. Ah,、uh, have you used any hand cream? Not yet.

第一个是我一开始说，my skin is peeling 嗯。嗯嗯，这个 peeling 我们先请丹肯帮我们拼，然后跟我们讲解一下它是什么意思。Peel，peel 是一个动词，P-E-E-L。P e e、L, and 这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呃，你吃水果的时候，you peel the skin off the fruit，就是 like you you，好像好像那个原来这个字的来源是跟 pull 有关系，就是你。 你 peel 一点东西在那个上面，呃、uh,，so when your skin is really dry, or when you like、uh, 你你晒晒太阳太久了，然后你的你的皮肤就会开始 peel off、yeah.。哦，就是其实 peel 这个动词一开始是你剥水果一层一层的把它的皮剥开，那你就可以想象，哇，你的皮肤很干的时候，你的皮肤的那个。 外表也是一层一层这样子脱落，其实很传神的一个画面。嗯、我觉得这个用词用的蛮好的。嗯、那在对话里面，因为他就是在说一个状态，my skin is peeling，所以他是就是在加 ing 的这种形式。嗯，对，嗯。那除了这个字以外呢，还有一个最后的句子是说，let me have it when you are done。中文是你用完借我，可是为什么是 have it，不是说 borrow me 呢？嗯嗯。啊、嗯，uh, 因为 在这个在这个对话，那个 hand cream 是你你不会还还给人那个东西，你就会用完它，它就不见了。所以在这个状况，我们不会用 borrow 还是 lend，我们就会说，Can you give me or Can you let me have？ 我觉得超酷的，就是如果我们用中文去想第一个借，我们就会用我们学到的 borrow。可是当克有说，在今天的这个对话里面，这个乳液或是护手霜，你用完它就消失了，嗯、你也不会特别去挤一小小点乳液还给那个人。對對對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说 have it，就是你会用就对了。嗯、那如果是像卫生纸，我有时候去上厕所借卫生纸，那种也是用一样，对，就就是。

好，那我们进到今天的文化闲聊喽。就美国的天气来说啊，其实普遍比台湾干燥，所以想跟当肯 an 请问大家冬天脱皮的情况，或是嘴唇干裂的情况，在美国会更严重吗？大家怎么保养呢？啊、呃，不一定。我觉得啊、呃，台湾跟肯特基啊、呃，冬天当然台湾比较湿，但是肯特基的冬天可能只会一年，可能我只会有。 上个礼拜是非常非常冷，所以最好你要用手套，呃，还是还是 chapstick。但是很多人不会不会 care 他们的的手手的皮肤还是嘴巴的的样子，啊、呃，最好要用。但是我可可能 like sixty percent of people probably 他们不太不太注意。百分之六十。 <的> yeah, maybe. maybe. 在肯塔基、这个、但是，但是如果你去更北方，like Chicago, Detroit, u、uh, New York, Philadelphia，还是 Alaska，那边是应该比较比较需要。对，可能我在我在那里的那个 Chapstick sales 也比较高吧。对。如果不用会发生什么事？会整个冻裂开来嘛，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我就真的到冰天雪地。Yeah, yeah. 那个是真的，好像会裂到很深很深的。啊、呃，它会发生啊！我、嗯、对啊，我我之前有流血，就是就是如果、嗯啊、如果嘴巴真的太干的话，耶。那平常就是小朋友会会变这样，因为他们他们可能在<玩>在外面很久，玩。不不 l、like, they don't don t pay attention to their you know their 皮肤的,的状况 <laughs> 的状态，耶耶耶。所以当可能那时候嘴巴。 流血是你在肯塔基，还是你去更北边的州的时候冻到流血那、no, probably, probably outside playing in the snow for like,、哦、玩雪的时候 e、yeah, like 两个小时多，就在在外面，like like playing in the snow, put like rolling around in the snow 这样的。哦，多晒多点。玩雪就会可能 <laughs> 因为一直铺露在外面。Yeah, yeah. 就会比较严重。嗯、那很好奇，因为我本人是没有真的真的在雪地里玩雪过。玩雪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戴太阳眼镜？不然的话，是不是那个雪会反光？我我我看一些网络上面的资讯是这样。嗯，也不一定。如果如果太阳很大的话，你你最好要有对。但是如果如果是比较灰灰暗暗的，嗯，不一定啊、哦。真的、哦，如果是阴天。嗯 就可能可以不戴。Then you don't, don't really need it, yeah. But, oh, but if the sun does come out, and like you have like fresh snow, 對,這可能是有點危險。特別是如果在那個高速公路的話。因為你會看不到前面。對,就是那個 oh, the reflection of the sunlight on the snow 可能会,会让你, like 沒辦法看到你在去哪裡。 哦，oh, 所以那真的很刺眼。<对>如果是雪刚下来很新鲜，对对对然后太阳很真的很刺眼，对，特别是那个 like 那个 sun sun rise，就是早上还是晚上，太阳在在 rising or setting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比较危险，因为那个那个太阳光的角度可能、oh. 可能会碰到的那个平地的的地方。对、yeah.，哇，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真的因为。 我目前还没有过这个经验，所以脑中想象就很、嗯嗯、對對真的很特别。对，所以台湾没有那么多的 like a, like farmland，嗯、呃，还有还有也没有下水。所以啊，对，對嗯，跟台湾不一样的，对，真的不一样。的地理文化也，感感觉一辈子可以看一次，就是如果没有要住在很冷的地方，嗯、至少可能要稍微看一次大雪下來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嗯,嗯,嗯,嗯，好，那。 美国人他们都怎么保养？跟台湾比起来，有更注意保养吗？没有，我觉得最近呃，亞洲人比较注意他们的的皮肤还有秀的的状态。对，可能在美国，like 我在 like women over thirty years old 比较注意这这个事情，但是年轻人、大学生还有大部分的男生。 不不在乎，平平常不会像他们的的瘦的皮肤的的样子，还是他们的脸的皮肤也可能，like wash your face once a day，意外就就不不会想到你脸皮肤如何，嗯，就是可能超过三十岁的女性会开始注意保养这一块，可是男生或是三十岁以下的女性，嗯、大家比较少在重视这个吗？啊 <laughs>、呃，也，嗯，可以说。 当然有有一些女生，她们可能从从高中就就会一直一直注意这个事情，嗯嗯嗯、觉得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很多高那个大学生，男生跟女生，他们可能不太，只是他们还还年轻，所以他们皮肤还是算是健康，所以他们觉得啊，我不需要不需要担心这这个事情。哦，嗯、所以当然觉得可能呃，相较之下，亚洲可能去差一点什么。 化妆水这种情况，涂、嗯嗯、点乳液的情况是更普遍的。y、yeah, I think so. Yeah, especially for men.、嗯、对，对，好像最近五年、十年以内，好像从韩国、日本开始，那个男生比较比较注意他们的脸的皮肤。对对对，yeah, 会保养，嗯、然后不一定是要化妆，yeah, yeah. 但是这种很基础的保养，對對對對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男生也都会渐渐开始照顾自己。嗯嗯嗯、对，嗯、我可能。 五年、十年后，那个欧洲、美国的男生可能可能也会开始开始注意这个这件事情，所以当然觉可能会有这个影响，这样渐渐的传到欧美，会吧，会吧，嗯，很不错，希望大家的皮肤都照顾好好的，<laughs> 要不然破皮皲 <laughs> 裂很痛，嗯嗯，嗯好，那我们来复习一、啊、下我们今天学到的主题句，我的手好干哦，英文要怎么说呢？My hands are so dry。我的嘴巴好干哦。 my lips are so dry 你有护手霜吗? do you have hand cream 你有护唇膏吗? do you have chapstick how now 欢迎你到学英文吧的网站 ivbar.com.tw 或是 ivbar 的 IG 复习我们 p o 始 c s 内容。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或是追踪，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新节目喽。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如果你有什么很棒的保养的小秘诀，请分享给我们，因为我的手真的常常脱皮，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手哦。好，我是芭比，I'm Duncan。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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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